新娘驾到，有请新郎。新郎，嗯，把车钱结一下。什么车钱？我拉上来的200块钱。什么玩意儿就200？从这到这儿也就八张票，什么就200块钱？什么玩意儿就二？你见过200？什么玩意儿就200块钱？200块钱怎么什么玩意儿？200块钱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想给钱呗？啊，请新娘。请新娘来啦！哎呀，一听这声音就比咪咪好看。相公，咱们赶紧拜堂吧。不是，哎，停，不是，大哥，我给你500，你先把它弄走行不？咋挣不就完了吗？表哥，他不让我咋整啊？没事儿，他没眼光啊，他不要你，没准大苍脸喜欢你。走，对，走。脸亮，等我哟！哎呀妈呀！其实过去人挺惨的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，只有洞房花烛夜那一天，才能看见彼此，就像扎金花一样，一翻两瞪眼，运气好。哎呦，大明湖畔的夏雨荷，运气不好。哎呀，大明湖畔的容嬷嬷。哎，但是啊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相亲经历。我想问一问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相亲经历？有没有？你看，就都不举手，说明你们不敢面对现实啊。有没有？这位大哥，哎，你有没有过相亲的经历？一看这模样。你相的挺好吧？没有那个相亲经历啊。那你咋相的亲呢？能给我讲讲吗？那个你相过亲吗？就没成功应该不算数，应该我是没相过亲啊。那个为什么没相过亲呢？因为我每次跟人说好那个约他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吧，这事儿就黄了。说你约女孩，你约女孩去的什么地方呢？我就约他去游泳馆呢。漂亮。哎，那为什么去游泳馆呢？化妆品不多吗？那个现在化的整容的，咱那个提前看一看。哦，就是说去游泳馆让这女孩素颜能看到她本来的面目。对啊，你傻呀，现在化妆品都防水的。相亲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相亲经历。可能大伙儿都了解我，我身边有两个哼哈二将，一直给我写段子的这两位，一个是秦教授，一个是大熊。每一个人相亲啊，无非就是先上网看看视频，看看照片。那天大熊就在看一个女孩的照片，我说熊，这女孩长得不错，你看脸多大呀，脸大有福，你看这大长脸，哎，人以前西塔卖冷面的，现在多红啊。你不能说人家长得像冷面就说我是卖冷面的呀。你就选他绝对不错。嗯，那个老板你拉倒吧，脸大那得费多少化妆品呢？你就说大长脸吧，哎，每次化完妆化妆老师都得进一次货。是。哎，那我就看老秦，这个秦教授就看视频。哎呦，视频里看见一个大美女，长得特漂亮。我说老秦，这个女孩很适合你。再看老秦，小潘，这女孩贼不适合我，因为她耳朵上多了一个耳洞。我说女孩打很多耳洞很正常，那送彩礼不得多一副耳环吗？就大熊跟老秦这样的，我觉得他们得注定孤独。但是人家两个人还成功的相亲了。有一天那个大熊跟这女孩见面，这女孩就问大熊，嗯，熊哥哥，嗯，你坐什么车上下班呢？再看大熊，我坐千万级的豪车上下班，听到没老妹儿？妈呀，我光听过百万级的豪车，还没有听过千万级的豪车，哥能带我兜兜风吗？
从此以后两个人出现在地铁一号线上。当然了，这个秦教授条件远不如大熊，就秦教授住那地方啊，两间啪啪房，一个偏煞子，一般人还真找不着那地儿。但是人秦教授相亲成功了，因为秦教授在他们家门口用白油漆写了一个斗大的拆字儿。其实他们俩相亲啊，属于不诚实的，不像大长脸相亲。我怎么了？老诚实了。哎呀，那天有一个女孩就问那个长脸啊，那个脸哥，哎，让我好好看看你的脸。你这是看山的吧？太长了，看不过来，你知道吧？脸哥呀，哎，你是干哈的呀？大长脸很诚实。嗯，我是亿万富翁。我真的是亿万，你是不是亿万富翁？啊，是，你说你是那个，我是亿万富翁。嗯，那个脸哥，那我能问你个问题不？嗯，那个坐公交车遇见大爷大妈，你让座不？大长脸心说，哼，考验我道德的时候当然让座了，老妹儿必须得让座啊。啊，这个女孩转身就走，脸脸一把拉住她，啥玩意儿你就走啊？你见过哪个亿万富翁坐公交车的呀？哎呀，注重了道德忽略了智商啊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其实相亲每个人都有，你看我们这个男孩相亲无非就注重两点，贤惠漂亮。女孩不一样，千奇百怪，一会儿一个样，一会儿喜欢这个高大威猛的，一会儿喜欢这个可爱帅气的，一会儿喜欢青春活力的，一会儿喜欢低调内敛的，一会儿喜欢38的，一会儿喜欢48的，不像我们脸脸永远喜欢18的。还帅呀，还帅呀，干啥？新娘啊，脸脸她不要，她处理不出去了。就500块钱呢，还你们。哦，啊，哎，脸脸，我是我，我加10块，你留着吧。刚才说过让你等我的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起开。你脸长，我脸大，哎，简直绝配。你可拉倒吧，咱俩加一块像感叹号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喝酒吧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么的啊。哎哎，我先招会儿醉啊，你们继续看节目，快乐谁做主啊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是发明家詹姆斯·屈德。大家都笑了，都听明白了，又是那个缺德的教授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姓缺，姓屈，屈尸体的尸加出殡的出。屈教授，欢迎欢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呢研究了这款多维度角色体验机，由于我女友张慧饼的操作失误导致程序混乱，把我们带到了这里。公元好多年前，古战场小河边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体验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剧情啊是随机的。跑不动了，啥玩意儿？你才跑500公里就跑不动了？你可是千里马呀！小姐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咱撤吧。
将军，脸军那帮小子太生猛了，咱还是撤吧。别怕，有我呢。哎，快跑！兄弟们，上啊！快快快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干啥呢？在那边呢，快走啊！快溜达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控制你的脾气啊，将军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哎呀，这画面太残忍了！哎呀，不忍心看了。这是哪呀？哎呀，得回去呀。大姐。啊。那个你把脸转过去吧，我就是想问一下子，你有没有看到将军呢？问别人去吧，我不是本地的。哎呀，怎么都不是本地的呀？慧饼，屈德。等到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。我实在受不了你现在这长相。不是，你可以闭上眼睛啊。更恶心。不是，你让大家伙瞅瞅，就你这满脸胡心毛，你也不适合反串啊。哎，赶紧撤吧，这是战争啊，场面太残忍了。快撤吧，快撤吧。哎呦我的天哪。哎，你这破马啊，明儿个我就给你卖了，把我扔那儿，自个儿跑出来。爸，那个将军呐，脸军的大军已经逼上来了，你打这儿还有闲心跟马唠嗑呢？你赶紧上阵杀敌去吧，那人呐是人山人海，乌闹乌闹的。啊，对呀，去吧，建功立业去吧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这人都乌闹乌闹的了，还能有好消息吗？将军呐，啊，这不是你的性格呀，你的性格可是刚烈的呀。对呀，我的性格是刚烈的呀，跟我杀敌去也马儿。别，将军，别去了，乌泱乌泱的去白去，整一身剑犯不上那玩意儿。那咱不去了。别不去呀！你可是将军呐，你是以一敌百的呀，你的性格是刚烈的呀。我是将军。对呀。我以一敌百。对呀。对呀。我性格是刚烈的。对呀。拥我啥呀？媳妇儿，你看啊，那人无脑无脑的。我肯定被抓了，抓到呢，你肯定受辱，我怎么能让你受辱呢？对不对？将军呐、啊，你这手怎么这么快呀？啊、我说那乌孬乌孬，那不形容词吗？哪有那些人呢？你瞅瞅那，瞎形容啥呀你呀？你找着，到时候找着，你陪他去，快快是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太妃。没事吧？这么长的个大剑插这儿，你说呢？没事，我有药。慧饼啊，长没长心呢？都扎成这样还寻思吃呢？你是吃货呀你啊？敌军杀上来了，杀上来了！援军啊，敌军。啊！敌军，援军，敌军，跳！你还有完没完？你在我这磨刀呢？啊！让我自己看去吧。媳妇儿，我怎么能让你去呢？
你都伤成这样，我心里多疼啊！你俩闲着也闲着，给我瞅瞅去。还去啊？快去！啊！哎呀！你得挺住了吧？媳妇儿，你待没啥事儿，给我跳个舞吧。真跳啊！你看，你就你一个人闲着，咱不能冷场，你说对不对？你看，我长得就那么恶心吗？你说呢？我说呀，大王啊，你哪来这份闲心呢？别听他们忽悠啊！你要再这样啊，我跟你离婚，我可不跟你过了。我说你，让你见我还等离婚呢？你看你办办办报啊！这回我看真真的肯定是敌军，不信你问他准吗？准。你看对不起了大王。你是不是真看不上我呀？那你寻思呢？你让我亲自看一眼行不？不。媳妇儿，我怎么能让你去呢？你都伤成这样了，我的心里多疼啊！不是我去看，搁这就能看。看清没？是敌军吗？黑呀的，挺身呗。对不起了。杆儿没开，哎呀！哎呀！我整出，你咋不开杆的呀？哎呀！爱妃，哎我天哪！怎么还滴答滴答滴的呢？怎么开呀？滴答叮答叮答叮答。媳妇儿，你死的太冤了。别哭了，谢幕吧。